Hello， 现场朋友大家好，我是庄轩瑞。今天真的很谢谢大家来到现场，我相信这种首映的场面大概真的只有我们大三元才有吧。哦，真的，对不 对，全世界全球首映会耶。对呀、啊、真的很谢谢大家，来自世界各地。但我这样真的很羡慕你，因为在戏里面哇，就是可以谈恋爱，然后中间还有吻戏，这些现在都是 OK 的，有很 OK 啊。当然可以啊，对可以吗？OK 啊，干嘛那么痛苦啊你啊？因为 Ella 你一直都是那种真的是大家看到你都开心，但是中间其实有几场戏是蛮感人的，然后已经真的已经泪流满面哎。其实也是因为那场戏，那场戏呢，就是因为小白他就很可怜呐、啊，然后呢，又加上我也想到我的那个家里的状况，我的家人。然后我们就在那一刻就是支离破散了、所以就很自然而然的就是在那个情境里面就很悲伤。所以我们这个戏虽然有欢笑也有泪水，就好像人生一样，不是永远都快乐的，你也会有低落的时候。对，所以这部戏我觉得看这部戏的那个所有的观众朋友一定也可以在里面得到很多的勇气跟力量。 对，真的是这样子。我觉得看了就是会让人觉得说哇，这个家庭不是说真正你自己的家庭而已，但还有你的可能身边的朋友，也是家人的感觉。那张轩瑞里面哦，不好意思，我现在满脑子就是在浴室里面的那一场戏。一定要这场戏呢，我真的觉得个人就印象非常的深刻。这应该有 NG 很多次吧 ，Ella。其实 NG 不是我们的戏不好，都是泡泡不好。对，对，那些他头上的泡泡。控制。对，然后还有一些，反正就是一些其他的因素。但是呢，轩瑞非常的敬业，他真的就是一直都湿哒哒的这样子。所以有觉得冷吗？还好，因为人蛮多的。而且我们拍的时候算是有点夏天，还可以，所以不会太冷这样。对对对，好像也裸露蛮多的哎。哦，他还有一场只穿哦，对，小外机哎，那个背部是全裸呢哈。啊，这样会不会现在有点破梗？不会啊，就是要破这种梗，大家要看精彩的大荧幕的，就是要进戏院才看得到，对不对？所以你平常是有在很认真的在练健身，是不是？就是有健身的习惯。哦，那为什么今天穿那么多？对啊，为什么？你可以去感冒，你可以去感冒就算了，他这个外强中干啊。因为日夜温差大。哦，明明今天就不好意思，我们时间有点赶。可是大家有注意到吗？我们今天佩珍看我们轩瑞的眼睛都不太一样。哦，真的。佩珍。这是为了轩瑞而接下这一单的吧？你怎么知道？你完全讲中我，你委员他的，我已经退出首映会很多年了。大三元好姻缘，主持大三元，给你好姻缘，来，我拥抱一下。我真的姐真的很久没有主持，你知道吗？就是今天真的为了你，就是想说来了来了，不要多话了，来来来拥抱。好，来先。好，来，我主持啊，先分你，先分你。然后我们很难得看到主持人主动要求公主抱的，来，公主抱，公主抱，公主抱。等一下，我们的公主抱是由碰狗来抱。耶、yeah! ！啊，他说时间差不多了，对我们碰狗是原始版的啦，原始版的。好了，我们圆他一个梦啊，圆一下，抱一下。主持费的汇款账号我们改一下哈，放太久。大家进电影院支持大三元，我要结束了，我要好好沉溺这一切。那个主持稿麻烦，太辛苦了，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谢谢 Ella 啦，对啊，讲真的啦，因为你今天开到这里哈，那你知道我们这种贺岁片嘛，一定是一亿起跳的啊。对，破亿呢就在往上十公分，破亿，往上十公分，掌声鼓励。那我个人的尺度呢？是可以破到腋下这里，要不要给他破？要不要破到腋下？要。等一下，我跟你讲，我个人真的不介意，你们不要为了保守我的贞洁而不让我破到腋下。我其实很期待破到腋下，好不好？好。好啊。那再回一次，小白也可以吗？小白要重现电影经典画面，他到时候会只穿一条三角裤在现场。
我穿的是四角。你穿的四角裤吗？没关系，他会穿四角裤，在我们现场的人一人一刀把它剪成三角裤，好不好？好，老定九郎，老定九郎，赶快去看就对了。